觉得在这整件事情里面，受害者必须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即使这些人是我们很熟悉的人，可是你要去那怎么讲，我就是绝对不会落井下石，但是可能也讲不出好话，宝贝宝贝不要哭，眼泪是珍珠。因为我觉得因为他自己之前有，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吧，就是整件事情最重要的还是每个人讲话要谨慎，最大的原因就是你必须去思考你所讲出来的任何字句对受害者的影响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在这整件事情里面，受害者必须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即使这些人是我们很熟悉的人，可是你要去那怎么讲，我就是绝对不会落井下石，但是可能也讲不出好话，因为我们必须去想到设身处地想，我们不是当事人，不是那些受到这一些伤害的人，当他们没有说原谅前，任何旁观者说出的一句可能加油，或是说出的一句不知道，可能是一点点比较稍微正向的话，可能在受害者耳朵里面都会是加重他们的伤害吧。所以那个真的太难说了，而且我们立场吧，因为我觉得因为他自己之前。